所以要注意，有时候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执着，尤其不能执着于空。所以很多人说：“我想通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遁入空门了。”你就算出家了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空，什么叫真空，因为要明白真正的空性，那是不实在的。 那是一种虚幻的，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，而我们拥有真正的灵魂，那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所以，空与不空，我们不要去想，只要好好的修。如果有一个人说：“我一定把自己修得真空，我一定把自己修空。” 那你本身在执着于空当中，啊，就像一个孩子，啊，说我不要玩具了，啊，妈妈，我再也不要玩具了，说明你脑子里还想着玩具啊。如果真的不要玩具的话，他提都不会提，他想都不会想，他已经没有这个思维了，那叫真的不去想象，那是真的放下了。那么真空。 啊，就是这个概念。